燃烧的小宇宙，我们这回稳重一点好不好？谁帮我复活了？谁帮我复活的？受春饼一拜。哎，卑鄙姐，欢迎回来。你跟谁啊？哈哥，哈士奇。哈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被郑恺他用魔爪抓我的脸，把我的头饰撕了。Oh my god！ 谁帮我复活的？我是救死扶伤，我可以让你复活。你让我复活的？对。哎，那真的是我是把你跟锤哥牵在一起的人。还有谁啊呢？卢卡斯，聂远。那我们去找他们。我们三个先把他拦下来。我们三个老弱病残，咬咬牙吧。我一定要亲手撕了卢卡斯。希望我救郑恺吗？不要复活他。 他把我撕碎，这样，如果你要复活郑恺，你只能说服他一定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复活出来的人只能效忠你，只能效忠于你。好，只是让他出来活动一下啊。好，让郑恺复活吧。美味不可挡，一起安慕希。救死扶伤，郑恺。 什么情况啊？还有此等好事？给我也来一瓶吧。你来一箱，你肯定也出不去。我真的跑上力了，我上那个床上，我倒一会儿吧，我都倒了。喝了这罐安慕希。 复活，哎，到底是谁的技能啊？你在监狱门口接他吧，凯哥。哎，接你来了，凯蒂，你怎么 out？ 你怎么 out？ 我怎么听到了宋雨琦的声音？对呀、啊，你让我出去，然后让雨琦立马撕了我，是不是？ 没有，我你出来，我给你解释。我现在是负有使命的。什么情况？来吧，宝贝儿，拥抱我一下。拥抱我一下。啊，确实是我让你复活的。啊，你现在的职能是保护我。是吗？因为他还把我复活了，所以我也要保护他。我俩就成他保镖了呗。我们俩就保镖了。哎，就他让我干什么？我把你复活了，你搞清楚。 说话要动脑子，想好了，你也搞清楚春心。想好了，我不知道谁把我复活的。我刚在亚文哥旁边，是亚文哥让他复活的，所以现在你们俩就只是亚文哥的助手。哎，别傻。 不相信我是我帮你复活的呀？来来来来，你看我都不动你的牌子，太可怕了！你们，大哥，今天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来来来，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。亚文太狠了，亚文太狠了，我得找卢卡斯。你自己怎么行？我被卢卡斯撕的呀，他对我用了石膏手啊。那你们俩真好啊，找卢卡斯寻仇。对呀，走。 我们俩联合把卢卡斯。我们俩对，走。我们一起配合。他们肯定不会对我死，技能，因为他们都是看小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那些人看小我的人呢、啊，今天我要你们死。如果我赢的话，才把这个剧才放出来；如果输了就别放。那个是我把雨琦复活的。 你把复活，我把他复活的，结果现在亚文说是他把他复活的，他让他雨琦先做他的保镖了。他们现在四个人在一起，超强应该是。